各位少侠大家好，我是西林南一高，由我演唱的天涯明月刀星门派不朽者的主题曲七月之船即将穿越而来，随着遥远的音符踏入沙漠，跟我一起去寻找预言之人。主题曲同步登录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这一次让我们在全新的世界里再次相遇。